邱师之有没有遇过那种客人是一辈子都不想被发现有隆胸的？现在的义乳呢，比如说摩的二代或是女王波等等，就是非常的柔软，我们大概只需要3公分的伤口就可以把大概 400cc 左右的义乳放到身体里。如果说是选择在腋下伤口的话，我们通常会在腋下的这个皱褶来做一个切口。那在可能3个月，有些人慢一点，6个月以后，这个伤口就很不明显的。但是如果是在胸下缘的话呢，还是会留一点点痕迹。那这个疤痕的话，跟每一个人体质跟照顾都很有关系，所以呢，在术前应该要跟医生好好的询问，才可以避免这个疤痕的困扰。邱师之有没有遇过那种客人是一辈子都不想被发现有隆胸的？有少数人就是很担心被另一半啊，或者是说自己触摸有假体的感觉的时候，会很担心害怕。那类似像这种客人的话，我可能会建议他运用自体脂肪来填补胸部。那因为自体脂肪完全是身体的组织，所以说呢，自体脂肪补胸之后，这个完全触感就是跟真实的一模一样，所以就不用担心这个困扰。我是院长邱大瑞医师，职业13年以上，美胸职人，追踪我，带你安心追求梦想中的快乐与自信。